但他现在在哪？你家没有这样的不孝子。他是我丈夫。你们不再是夫妻了。你竟然帮我登报离婚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去？你让我去。你去哪儿啊你？你知道吗？他被通缉，通缉就一定会死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救他，我陪着你。别依依不舍的了，我还得活着回来娶你，到时候给句痛快话，就算对得起我。周一至周晚间八点，中视真爱巨献，滚滚红尘。